哇，这人潮，我靠！哇哇，Go Apple！ 对，Hello。是什么？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哇哇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哇，天哪，我居然得到苹果免费的礼物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哎，送了我 iPad， 张哥，恭喜恭喜。张哥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可以可以。iPhone 啊。OK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我们打了一个出租车，我们得给大爷指路啊。对啊。嗯，大爷，你这车感觉要散架了。听不懂散架。散架听不懂。等一下，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打辆车过去。太难了。阿哥，这车很多年了啊，这车几十年了，几十年了啊，没有看过这样的大小的。然后呢？然后还是靠左，靠左。靠右边。靠左，靠左。啊？靠左边。走左，走左，走左，左左，左左，对对对对对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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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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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左边，这边对对对对。这是左边的，那写这边 parking 呢？不，我们不是去 parking 的，不是去 parking 的。Uncle 啊，你开司机开了多少年了？几十年了，几十年了，就是 T 二，三十年也有啊，就 T R X 路南岛三十年老司机。上这个桥，左上这个桥啊，上这个桥啊，左边左边，哎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就上去就是。Uncle， 你第一次来这个上面？发梦啊，没有想到来到这里。这太难走了，它上面很绕。没有来这里叫什么？行 ，Uncle 把我们送来这个大平台了。张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来这个上面吗？不知道。商场是10点开门。但是咱们为了第一时间可以去到苹果的那个店里啊，我们走这个平台上面。可以更快的进入到那个苹果店。就是说你到下面的话是上不来的。对，10点开门。原来是。但这边前面有保安啊，我们研究研究看能不能进去啊。我今天尽快的把这个视频上传啊，争做这个自媒体拍这个苹果店的第一人啊。你现在变成卷王了是吧？卷王，卷中之王。没多少人的这边。那是因为他们不能从商场里面走，是不是啊？对，等于我们走了个捷径。对，我们走了个捷径。您在起跑线上。对。啊，聪明如我，对吧？对。我估计商场外面也有人排队的。肯定有的，肯定有的。啊，你看它这个形状，这个就是苹果店啊。你看它的形状像什么？像啥？啊，你看它形状像什么？像 UFO， 像 UFO 啊。像什么？像 UFO 啊。看它像不像那个什么粽子？像粽子？不像 啊不像粽子。椰浆饭像不像？不像。啊。挺专业的啊。来，你看它这个里面。哇。哦，去楼下是吧？对。这里头到底什么啊？这么厉害的，哇，有点厉害啊！太厉害了啊！对，但是它底下的商场是可以进去的，是的，从这里也可以进去，对，两个门，哎，对，前头那边应该就能进去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是106交易塔。等一下，我们从哪里排队啊？应该从这里面吧。我觉得应该是从那边排队啊，那边有个口子，或者这边，我觉得这边。来问一下，我来问一下，问一下，Where's the queue 啊 ？Downstairs。Level G, OK, thank you. The G floor. Yeah. Okay. You need double layer. No, this one for 18. Oh, okay, okay. Thank you. 可以。失算了。失算了。哎，但他商场怎么开这么早呢？对啊，商场都开了，你看。嗯。你看商场都开了。哇，商场开这么早？嗯。哇，已经很多人了。我的天哪！没输在起跑线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输了输了输了。我以为我赢在起跑线上。张哥，这等盛世如你所愿，咱们得下去排队是吗？输得挺厉害的，这已经排到二楼来了，兄弟。我的天哪！哇，我去，从 ground floor 排到二楼啊！我去，排到三楼啊，太厉害了。哎，会不会他们就过来了？不对，对对，他们可能6点就过来排队了。打个地铺，对，是不是？那没必要啊！你说现在又没有什么新品发布，对吧？对啊，他又不送东西啥的。对，你说 iPhone 16出来了，我们排一排，对吧？对呀。那现在大家就进去看一看，也没有新产品发布啊。
那就是一个 iPad Pro 吧，新的。哎，对哦 ，iPad Pro。嗯。那不至于这么多人排吧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这二楼都排这么多的，我天哪！我们是菜鸟。菜鸟。太菜了，太菜了。没有想到啊。完全没想到。嗯。这等一下还限流，还不能进去。对。张哥，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想到了什么吗？想到什么？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这太夸张了呀！他们不会是从鸡楼开始排，然后排到一楼，再排到二楼才能进吗？就是这样排啊！我的天哪，多少人啊！你好，要从哪里排队？这边。上面他们在排什么？上面是他们先找到的。哦、oh, oh, ，他们先找到的。下面就是你们要去拍的地方。哦、oh, ，好的，这太夸张了。我们刚才还得意，觉得人脉怎么没人来？这个人潮，天哪，也没有新品发布呀，这么多人。哎，你好，在哪里排队？我进那个号。我们这样排队，你觉得进得去吗？进得去，排队，咱们排三四个小时，应该能进得去。三四个小时？对。你是不是没有在迪士尼乐园排过队啊？排过队啊，我去的时候都不排队，因为我不赶那个热闹。还好，你看，其实前面这边还空着嘞。对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一到十点这边全得满。但是它里面有限流啊，它去一堆人、啊，然后出来再进，出来再进。啊，对。对不对？咋进呢？从这里的，这里，那边的，这边。你要进去排吗？进去排就排不了，都是果粉啊，这么多果粉，都是果粉。马来西亚市场还是很大的嘛，对吧？必须大。草率了，咱们就应该八点过来排队。八点都晚了，我觉得。八点晚了。嗯。他不讲武德，他只让这个基层这儿进，对吧？对啊、按我那个套路，上面，对吧？如果从上面进，咱们就可以省很多时间。套路失败了。套路失败了。全部失败。咱们还沾沾自喜的，结果下面已经大排长龙了。对呀、啊。看看这个人潮，差生文具多、啊，对，差生文具多。怎么大家都嗨皮了？不知道开门了吧？就第一批人进去了是吧？进去了，对。全马来西亚幸运了，最幸运的几个人进去了。感受一下是吗？应该去楼上了啊！哦，这是他们的工作人员，还场一周。对。哦，好多员工啊！对啊，好多，真的是好多。哦！这边还有啊，果粉的狂欢，是啊。感觉到很热没有？对，虽然说你们的空调是很大的，但是人很多。你预估一下我们几个小时能进去？我估计三个小时吧。起步三个小时啊？你觉得呢？估计也得至少两三个小时吧。有点狠。你喜欢什么产品？我喜欢什么产品啊？MacBook。MacBook 啊 ，YYDS 刚刚买了一个，对，那 Windows 系统剪片太恶心了，经常死机啊，导不出来。你剪片这种内容输出一定要用苹果系统。对 ，Windows 太烂就是小弟。苹果那剪视频真的是无敌的。对，你喜欢用什么？但是手机的话肯定对吧？手机 iPad 啊，我耳机也是用的苹果的。MacBook 啊，对啊 ，iPad。我 iPad 是所有买过的设备里头使用率最高的。每天看评论是吧？对，这样贼爽。每天刷抖音嘛。刷油管视频。像我们都属于经常买苹果的东西了。啊，是。基本上来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用苹果的，很少用安卓的。是吗？九月份的手机你会买吗？发布会。买。他每年九月份发布新手机。他那个是 AI 嘛？
啊，这一次讲究的是 AI。对，我到时候会过来排队的。啊，我可能3:30-4:00我会过来排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我原来买 iPhone 7的时候就排过一次队。搭个帐篷。我原来 iPhone 7是5:30去卡维点排的队。他五点他会开门吗？这边？我排的是第三个。你看他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扫这个上面的那个？啊，这是拍照。拍照，拍照就发朋友圈呗。啊，对啊。Instagram。装个叉是吗？啊，装个叉，证明我来了。好，可算是往前挪动了一点啊。对啊。我们还在持续的排队当中。但我们排了半个小时。啊。就到一半。挪了一点是吗？1/3。OK。你们刚才扫那个脸是干嘛的呀？哪一个？扫脸那个是干嘛呢？扫什么？就这个，对对对。这个是啊，一个。就是征求你的同意，因为我们会有摄影师，他们会拍照，哦、然后就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发布去 Instagram 啊，或者哦，有什么小小礼品吗？小礼品我不确定。好的。终于上来了、啊。终于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。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。你看这。这里的安保系统啊，还是管得挺严格的、啊。那是，你根本不可能插队。对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有人想插队，是插不进来的。插不进来的，你看老老实实排队就好了。这么多员工是吧，在这守着。对，人形哨岗。你看下面还是这么多人。对，我们已经从下面排上来了。哇，你看，楼栋，还是很多人，相当多。我已经看到苹果的标志了，张哥，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又近了一步啊。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可以进去。是的，你看，感觉里面还是很多人都是。大家看一下时间啊，10:40，我们9:40到这边的。对，一个小时，还好比我想象中要快一些。旁边这个小哥哥就看着呢，有谁插队？这人潮，张哥已经忍不住要拿出来手机拍个小视频了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人潮，我靠！哇，哥，嗯，右边有个 Vision Pro 大哥，哎，哇，太厉害了啊！哇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过，哇，多 Apple， 对，哇，大哥厉害啊， Vision Pro 都整出来了，别按要击掌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这什么？免费的？免费的？哇哇！谢谢 ，Thank you！ 哇！天哪！我居然得到苹果免费的礼物！哇，太惊讶了啊！啊，对啊，刚才说没有吗？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哇！哇，有点小激动啊，小激动，哇，还有免费礼物啊，可以啊，打开看一下吧，咱们拆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每人一份的话就是，我也可以哦，这是什么 T 恤？就应该是包吧，包应该是包，对，手袋，对，还可以，有个纪念品，对，这边一些配件，充电器，充电线，然后 iPods。哦，哇，这是第三代苹果的那个叫什么 iPencil 啊，应该是吧，iPencil， 对，等一下去看看它有没有那个新款的 M4 芯片的那个 iPad Pro。 哇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个好像是多少钱啊？这看着就贵，6-7万块钱吧，好像是。哇塞，哇，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啊。哇，这显示器都不便宜。对，人还是蛮多的，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。苹果手表。哎，你是上罗宾节目那个？哇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哦，在这儿能遇到你。我也是有上罗宾节目的。小曹，我是看一下就认出来你了。是看得很熟悉哦。对，我俩就看你很熟悉。行，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看这个手表带，好多。对，手表带各种各样的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它这个选择的品种会比平时的那种多啊。对，经销商有100多种，我看看。对对对，它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手表带可以选啊，选择的品种还是蛮多的。苹果手表。
直营店就是不一样啊。这个是 iPad Pro， 对对对 ，M4 新店的吗？最新款的 M4 的吗？哇，哦，这个在哪里？这个是吗？哦，这个，我看看。哦，对对，好，谢谢啊。哇，别的地方买不到。对对对。这个最新款的 iPad Pro。M4 芯片的，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 M4 芯片的 iPad Pro 啊。现在的话只能在新加坡那头网上订，但是这个店开的就不一样了。对啊，直接到店提货 M4 芯片。你看人家都买了一个，你看他不是买了一个吗？你看人家都直接买上了，人家就懂。我跟你说，对，我懂这个 M4 的 iPad 已经等很久了。这可以直接当电脑用，配个键盘，遥控键盘。哇，这个很爽的 M4 芯片，它直接从 M2 芯片跳到 M4 芯片，对对对，很爽。这个我在考虑要不要拿一个，这个特别爽，特别爽哈。那你不是要置换吗？你家里不是有两台了吗？感觉每个人拿到礼物都很开心啊，都很惊讶。对，免费的 iPhone 15，到时候我一定要过来排队买 iPhone 16，是吧 ？Pro Max， 一定要过来的了。对。身为果粉嘛，对吧？这边我要没猜错是 MacBook Pro， MacBook Pro 啊，用这个剪片无敌了，真的，绝对无敌。你就是这个吧？对，一模一样的，方便携带嘛，14寸的这个，14寸就够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体机啊，这个是什么充电啊？充电器，哦。磁吸式的啊，对，磁吸的充电器。然后这儿可以放那个卡片，放卡片，对，对吧？你看，放卡片。这个好像要出一个新的，是吧 ？HomePod。对，好像要出一个新的。这是什么 ？Music 啊。这边是干嘛呀？这是，哇。哦，可以戴上耳机去试听一下。啊。啊。选择音乐听一下是吧？来，张哥，我听一下。来来，听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哇，苹果耳机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看到你动作，我就知道这个音感觉得好。音感觉得好。走。AirPods。跟我一样的，我也是最喜欢。哦，你今天还带过来了？哦，带过来。我也是用的这个，特别好用。是好用啊！你看这，哇塞，这个是 M4 芯片的 iPad Pro 吗？对啊。iPad 那个耳机也是 M4 芯片的？不是吧？不可能！不是 ，M4 芯片只用到 iPad 上，对，连 MacBook 都没有。对啊。像苹果啊，什么手机，它是用的什么 A17 什么 A， 对对对，之后 A18 什么的。楼上去看一下。走走。哇，还是很多人哦，厉害。走，我们上楼。上去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这是做什么了？一人发一个 iPad 啊，一人发了一个 iPad。没有，他在做东西吧，应该。我也想要一个。送了我 iPad， 张哥，恭喜恭喜！送了个 iPad， 这是要画什么东西是吧？哇哦哇哦 ，iPad， 苹果笔，送了一个，免费的。对啊，是不是可以带走吗？想多了，想多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顶子。哇，他那个笔真的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那现在应该是在讲解一下这个笔的用法，因为这个 M4 芯片的话，配合的有一个妙控键盘跟这个新的笔出来。哇，张哥，你看这边还是很多人啊。对啊。哇，还在排队。对，这个二层采光还是蛮好的。对。然后这边有个这个主舞台讲解，它还有三楼啊，你看它还可以上来三楼这边。有。然后它这个顶子，他们说像椰浆饭的那个包起来的那个，有点像，有点感觉是吧？拉丝拉嘛，这感觉就像新款呀。这是新款啊，它是 Pro 啊 ，Pro 一代嘛。但是它新出的好像是二代哦。这个就是普通款，很少啊，意思这个是牛逼一点的是吗？不知道这个是几款，
触感还是不错的是吧？对，很不错的。科技改变命运，来看看这个是啥？妙控键盘。哦，妙控键盘，哎，哇，这个厉害了啊！我想拍一个，赶快啊！First time try. Are you gonna try now? Can I? Sure, sure. Oh, thank you. 第一次尝试啊，张哥。哇哦！哇 ，Good。张哥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可以。帅。啊，帅是帅。OK，Thank you。哇。但怎么这么多人合照呢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什么名人吧？肯定是。有可能。看看谁啊？这是苹果副总裁。苹果副总裁。苹果副总裁啊！对对对。赶紧，张哥。快！赶紧，那不是库克跟库克一起的吗？真的、啊、这么牛逼啊！啊对，哦，就是代表库克来了，代表库克来了，在那边穿，快走走走，哇，苹果副总，张哥，啊。Thank you very much. Can we take a picture? Sure. Thank you. Can we take a picture? Yeah. Okay. Thank you. 哇，张哥赚到了呀，张哥必须赚到啊！哇，血赚！哇，这如果是库克来，估计水泄不通。对，他这个顶子还也是很有科技感的呀，张哥，肯定有啊。他这个设计采光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？是吧？里面整个里面的采光，哇，打卡拍照的好地方啊！刚才那是副总裁吗，张哥？对呀、啊，副总裁。哇，血钻啊！他是代表库克过来的啊！哇，不错啊，张哥。不错，不虚此行啊！对呀、啊，如果在中国排队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四五个小时进不去的，应该是啊。你看外面还是很多人，嗯，但是他们肯定没我们有机会能合个照，对吧？对，这运气很好了，对，刚好这个时间点。对，你看他现在进去了，因为可能在别的国家，比如说新加坡啊，或者泰国啊、中国啊，已经有很多直营店了。对，但在马来西亚的话，这边是属于第一家，从零到一这种。嗯，你看他整个设计采光，你看都有光线进来。对，张哥，你知道刚才预展的那个叫威廉？威廉啊。那个男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上过罗宾节目的那个。哦，那个刚才那个。对，那个我记得他的样子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在罗宾去吃椰浆饭的那个。哦，对，手抓椰浆饭。对，哇，开心。哇，可以。哇、哦，这个是那个外面的大操场啊，这边就是那个 TRX 金融中心。你看大家拿的那个礼物都挺开心的。对，每人手上拿一个。手提一个礼物。对，可以。今天值了啊！对，一个礼物又见到副总裁了。拍照的那个有点厉害，哇，有点厉害。对，那个是不是能作为封面呢？可以。会不会被那个？可以的。是吗？可以吗？有没有版权警示啊？没有。哇，每个人手上一个这个苹果的纪念品啊！对呀、啊，好开心啊，大家，人手一个，没有白排队啊、哦！没有白排，排了一个多小时，值得了。对，真的才排一个多小时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外观啊，像不像那个拉西拉玛？像拉西拉玛椰浆饭。我这么一说，你是不是感觉有点像？就那个嘛，包的粽子包的是吧？对，今天是几号呀？看一看，今天22号。今天是22号啊，现在是早上啊，我差不多要回去，我花一两个小时把这个片剪出来。嗯。今天大概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下午两三点左右，可以。可以，我们也是做实时的这种自媒体啊，给大家播报最新的实况。对，可以。张哥，下周那个我要去那个泰国了。啊，对，跟我丈母娘他们去。行，等我回来，我们之后在西海岸再继续往前走吧。可以，完成我们未完成的这个夙愿。对，可以吧？一直到整个西海岸跑到完，再跑东海岸。对，因为张哥他太太家乡那边就是槟城嘛。对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于是去他家乡那头拜访一下岳父岳母。对，可以吗？方便不方便、啊、方便。可以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好，带大家来参观了一下这个叫做什么苹果直营店啊。之后大家如果买苹果产品的话，来这儿你可以最快速度的买到。你看别的地方还没有 M4 的那个 iPad Pro， 这边就可以完全买到了，相当 nice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赶紧回去剪片啊。赶紧。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订阅一下小曹，点赞关注。点赞关注，好的。
拜拜拜拜。